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一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74题，让我们先来读题。Fill in the blanks to show repeated addition。就是我们将下边的空白处啊，空格的地方全都填上数字，然后展示出来这么一个累加的一个情况，很简单，五乘以六，那么这里呢一共有一二三四五五个空位，那么每个空位只需要填上一个六就好，五乘以六其实就是五个六加在一起五六三十。